欢迎收看由青春自在无处不在 Rio 鸡尾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让我们有请在家主厨不主持，现场主持又主厨的天天兄弟。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Real 在超自在的天天向上，欢迎各位。哇，韩哥，今天到底什么主题，居然可以让你不戴眼镜上场呢？对呀、啊，因为忘了，这么简单的理由。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真的是来到了啊，四个字，哪四个字？国家宝藏，这么大一个主题啊？对。浩瀚的这个五千年的文化可以称之为国家宝藏，是中华美食，对、嗯、自然也能算是，包括每个时代有优秀的那种青年领袖，嗯，然后还有我们现在走到原野当中看到的各种古墓，对哦，古墓里面隐藏的那些宝藏，宝藏秘密，嗯，宝藏。但是其实我要告诉你，哎，这个古墓当中啊，千万不要以为挖出什么金币呀、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那叫宝藏。嗯，任何一点，哪怕一个小小的瓷片，哦，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其实是文化的宝藏，对，文化的宝藏。嗯，今天帮我们带来这无尽宝藏的这位嘉宾，平常其实很少上相应的一些节目、啊、他不上综艺节目的耶，对，我们邀了他800多年啊，他是古墓里出来的吧。今天到场的这位啊，这有才有貌、嗯、没错，文能写书立作，嗯，武能行走万里，哎呦，今天啊带了他的一部新电影，我想现场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看这一部剧《鬼吹灯》。哦，对，改编的奇幻冒险电影《寻龙诀》。接下来有请让我们女编导大叫的男神，谁呀、啊？陈坤，有请坤。从坤儿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他行走的力量，对，一步一步非常的坚实扎实，但是又感觉到他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腼腆，嗯啊，你是不是真的挺害怕上所谓的综艺节目？我是一个逐渐慢慢放开和放松的人，就是我以前的话比较紧张，很容易紧张，我现在已经到比较放松的时候，所以呢这次得到邀请可以来到天天向上宣传我们12月18号要上的鬼吹灯，几号？特别12月哦，12月多少号？12月18号，哪个月来着？12月哦，你看够朋友吧？啊 no, 一下说了4、5遍的。12月18 is a real yes real，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喝杯 real 交个朋友啊。我跟坤儿算是比较有缘分的，哎，坤儿在重庆是在自水中学，自水中学，乐姐也是在自水中学，哦，这次回重庆路过自水中学的时候，乐姐还特别骄傲地说，我跟陈坤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哎呦，她觉得有陈坤这样的一个学长感到特别特别的骄傲，哎，那我跟他也有点缘分，啊，我瘦的时候。人家说很像，对他们很像皇上有对比照，别不要脸了你。可是我问一下啊，你觉得你自己算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吗？我私底下比在台上好。我开始放松的时候，我就说很多的我自己认为特别幽默的，的行为跟语言，但是我的同事们他们都觉得很冷。那是他们不懂你。对对对对，他们不懂我。你说一个，我们绝对笑得跟什么似的。这里有知己。对，
对，先说，先说，随便。但临时这么说，我没有准备好。我好笑，没有准备。哇，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笑的。我没有开始说呢。啊，还没吗？先说。反应太慢，我的反应有点慢。先说一个嘛。因为乐乐呢是我师妹。对。那韩哥应该叫我妹夫，是吧？对。但是呢，我认识韩哥呢，我就一直叫他叫韩哥。不是，这个好像有点这个关系。等一下，韩哥，捋一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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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捋捋捋捋。乐乐是你师妹，我叫你妹夫，这个有点错了吧，韩哥？没有，我说的。等一下，等一下。是你不幽默呢，还是我不聪明呢？我没说错吧？好像是你太聪明了。乐乐是我师妹，对，韩哥应该是我妹夫啊。对，这样说就对了。哇，这样对了，这样对了。你们可以倒带去看，我刚刚绝对没说错。因为乐乐呢是我师妹，对，那韩哥应该叫我妹夫，应该叫我妹夫。你开始说一说，你刚才你们不是让我说冷笑话吗？对，他说了，他说了，你们还没有笑，还不配合。我没说之前你就笑，我说了之后你不笑。哎呀，真被他玩了。峰哥，峰哥，来，不能输。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乐乐成为了你的师妹。这我可不敢。来来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包大人对着魔镜说。魔镜，魔镜，请问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然后魔镜说：“谁在说话？谁呀？谁在说？”我非常讨厌这种笑话。不可以这样。哎，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大灯吗？其实你看啊，陈春燕这个接戏是特别特别慎重的，不像你们。就是，就只有峰哥了，欠考虑。机会为什么老是这么轻易？其实我生活里面是一个个性特别的，其实很糟糕的人。我喜欢和不喜欢很明确。哦，对，我对人的喜欢，对事件的喜欢，其实我们不会找理由的。但是呢，就是能存活到现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运气好。会不会跟重庆人的性格有一点关系呢？就是吃辣椒吃多了吧。那湖南人应该也是这样，喜欢就会拼命给他鼓掌。哎，那个湖南人不是吃辣椒吃多了啊，这输液都输辣椒，输一瓶辣椒汁。熟悉陈坤的朋友都知道，曾经是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东方歌舞团有可能你们还不是特别了解，当时在中国的歌坛的地位、是不好考吗？还是怎么样？不太好考，标准很高，就是一定要各个方面综合素质比较高，形象就是要起码是我这个分数的。啊，骑着马都要有这个分数。对对对对，那撇开一大半了已经。啊，我是运气，我呢是我的老师是郭蓉姐姐的舅妈，我是郭蓉姐姐舅妈的学生在重庆，所以她应该叫你叫妹夫。哎，是的，这关系老是好绕啊。所以呢，她就推荐我来北京。我来北京的时候，并不是东方歌舞团要招人，我只是自己跑去报名要去考试。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是这个招生季，根本不招生，不是招生季啊！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找了郭蓉姐姐说：“哎，我能去唱首歌吗？”你当时普通话有这么好吗？你应该是说的川普吧？你过来干什么？川普什么？我想来唱首歌。你为什么想到我们东方歌舞团来？因为我觉得到这个地方还是个光荣，还是有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唱歌也会有那个平翘舌和边鼻音部分的。真的，你唱的第一首歌，当时考试的时候，透过开满鲜花的月。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也会有这种所谓的口音，有一点口音。他们可能是因为我的口音太糟糕了，如果招你进来当学员，你能学学印度歌吗？啊啊！虽然我那时候很胖，他们觉得在我头上踩那个东西，他只要给了我一个可以在北京待下去的一个机会，我当时觉得都可以接受。行，印度歌就印度歌吧，印度歌就印度歌吧，就忍了。那你们学过印度歌吗？我也学过印度歌啊，真的，我也学了，也是因为长相的关系。当时的他就是现在的我。我告诉你们，你不要在我面前吹牛，我是真的会唱印度歌。真的吗？你真的会唱？阿巴拉姆，阿巴拉姆，亚卡尔迪什梅乌阿斯曼卡塔拉姆。他真的很像哎，宝莱坞明星嘛，也就是。Come on, don't do that, OK?
你当时唱的大概是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会占用你一点两分钟，但是大家会不会就剪掉了？哦，我们一点都不介意。那我会唱那一段，我以前唱过好几次，但是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完整唱过。那我给大家唱差不多。好。一两分钟可能。一两分钟，我有点紧张，等一下，我已经好久没唱了。别紧张，妹夫。放轻松。欢迎收看由轻松自在无处不在 Rio 鸡尾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他们可能是因为我的口音太糟糕了。如果招你进来当学员，你能学学印度歌吗？啊啊！虽然我那时候很胖，他们觉得在我头上缠一个东西。那我给大家唱，差不多。好。一两分钟可能。一两分钟，我有点紧张，等一下，我已经好久没唱了。别紧张，妹夫。放轻松。妈咪妈咪，我就还是唱后面那两句吧，我就是不扭捏了。哇，他的转音很像印度人嘞，我不敢唱我那个了，我不要唱了。欧弟，不能输，你要唱。OK， 你不唱的话，怎么证明我们这么好 ？OK OK， 对啊。OK， 那巴布兰一首关于咖喱，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Gotta get get， gotta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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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gott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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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gotta get get boom boom boom， gotta get get boom boom boom， gotta get get boom boom。 哎，你节奏好好，是吗？你节奏太好。哎，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让您从东方歌舞团的一个专业的歌手变成演员呢？就我当歌手当得不太好，也不太开心。我每次上台之前都紧张，花了10几年的时间，我在解决我很容易紧张的这个状态。我以前上舞台的时候，唱首歌真能跑调的，风格。所以我在东方歌舞团呢，那个时候并不得到重视，因为我这么帅。显得特别的好看，哎呦，好，然后就开始学习进入到这个了，哎，不得了，戏路有多宽呢，啊？什么都能演呢，百变男生，嗯。你现在这么回看自己这一路演的这些角色，这么一看着，什么感觉？我觉得演的都不太怎么样，我不是特别喜欢看我自己演的戏，我很少有从头看到尾的。我每次觉得我回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不能够再把我的注意力再集中一点，我可以做得再好一点。我以前不珍惜，什么事情也不太珍惜，反正拍个戏就拍了。而现在越长大的时候越特别珍惜，就是我可以拍的戏越来越少。我那时候为什么不再认真一点，经常回去看到我以前演的那个戏，我就特别笑场。对，赶快把这个沉重的话题过去。对，其实我也不喜欢自己吗？对，不喜欢自己看这个回看我们天天向上。你都没看啊？因为看不到我呀，看不到我讲话嘛。先说看不到你，你要注意有这个脚，这个地方。对，我每次用肩膀出现嘛。所以每次小五多主持节目的时候，别人在说话笑。小五，你以后这样主持，这不就照到了吗？今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演戏走不走心，只是说你在那个年龄的阶段，你的心，对，你就这样。对，坤应该是比我小2岁啊，不可能？什么？怎么可能？你什么意思？他看起来比我还小。对呀，他怎么可能小你2岁？跟我差2岁，你少往脸上贴金了。我只是忘了刮胡子而已。我们俩放在一起，大家看我们能相差多少岁？两轮。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再去看那个时候走心的，你肯定不如现在这个心它那么的丰富嘛。其实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电影呢是一个遗憾的艺术。而且梁朝伟他说他拍过那么多戏，他最棒那一次就是最不经意的那一次，那个眼神。啊，不好意思，我太投入了。我们刚才看那个龙门飞甲啊，对，很少有你在戏里面你就是霸气的那种。那在这个之前你要去寻找这种霸气的感觉吗？主要是那个徐克导演先给我的时候，他说我会给杰哥，就李连杰大哥一起拍。那我就傻了，我就觉得啊，我要跟他打吗？他说你要跟他打，你有很多跟他打的戏。那一年我可能推掉2个电影，我剩下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做体能练10个月。
我在做那个吊、就吊维亚就做了一个月，哇，所以当我到最后的时候，再加上我跟杰哥关系又很好，我去了之后说杰哥你要罩着我啊，他说放心，完了之后我就上了，我就打得特别有自信，因为我已经给老爷讲了，我说老爷我还是无法跟一个功夫皇帝站在一个场面的时候，我有一个要求，拍完杰哥再拍我不就更好了，等一下这算是电影揭秘了啊，怎么打、哎、怎么分开打，怎么他打完他，你在就是这个镜头对着我吗、啊、这个镜头对着我吗，对、啊，我就把镜头当成杰哥嘛，我就对、嗯、哦，这眼神，不，但是你们有那个过招呢，手啊或者是要打，那过招是要真的打，所以我全身是伤，我之后就学会了，就我每个事情一定要在前期做很充分的准备，嗯，不然我心里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拍戏相对来说比以前少的缘故，是大部分是觉得我不能够催眠我自己的脑子，包括我来上天天向上，如果我真的不是心里很放松很希望跟大家聊天来玩的话，我还是不要来了，我觉得还是要由心而发，对，所以我觉得龙门飞甲那个有点小霸气的话，那个有可能是我骨子里面是有这个劲儿的，他也演戏，他也演戏，他们都演戏，嗯，对对，他演戏，要不是这样，我们给你们音乐，你们就是坤的那种霸气吗，霸气出来在音乐里面所有的感觉好不好，我们先看原版，我们先看原版，你问我西城算什么东西，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还有你听好，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够不够清楚，好，我来分配一下角色吧，对对对，你苏培盛，传进士房今天来跟朕汇报一下，朕今晚要翻牌，好，你先别急着翻牌，先把这部戏演了好吗，你知道我是谁吗，陈建斌，陈建斌也是我们重庆那个女婿，拉屎拉屎拉屎，对，你是这样，你来演哭的这个角色，你呢就演那个特别害怕的，就是啊，对，就是那种，好不好？我演那个帽子被击穿的那个吧。不不不不不不，啊，你演后面那个石佛，就头被轰掉那个，就是啪劈啊，这一半没了的那个，有特写，这好演，有特写啊，你反正也大了点嘛，行啊，切掉一半刚刚好，对，当跟你做个手术嘛，对对对，然后韩哥这袍子太长了。没有，就这样，他腿怎么那么长啊，就这样就这样，本来就这样，这怎么一下变成一个儿童剧了呢，啊，对啊，好烦人呢，啊，这个这川剧变脸吗，这我是一种大功，浩明其中有哪个角色，浩明是最后出来那个看那个坤哥出去以后，对，出来看，好好好，差不多就这样啊，嗯，来，充电五分钟，通话。啊，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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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裤子还没来得及脱。师傅，这不是拉肚子了，拉的腿都软了。啊，快请张四来奶奶。欢迎收看《妙手仁医》第二部《中华名医张四来》，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孩子腹泻怎么办。来不来吧，我怕是等不到张奶奶来的那一天，哎呦，我不会，师父，张奶奶来了，张奶奶您可来了，三毛他怎么样了，这几天他都拉了十多次了，救救我，三毛这两天都吃什么东西了，哎，尝尝，三毛就不要吃有臭味，我就来吃，你们吃的海鲜放多久了，反正多有味了，嗨，给孩子吃变质的大虾，他可不是拉肚子吗，哎呦，一说到虾我
我又想拉了。师傅舍不得丢，那虾好贵的，38元一只。别说虾了。啊，张奶奶，先快给孩子开点止泻药吧。腹泻的孩子是不能吃止泻药的，有的药物吧还有致命的副作用。可他竟拉在裤子上了，现在三毛该怎么办呢？你先别吃东西，不就没有给我拉了吗？不能给孩子进食，只要保持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腹泻的时候可能导致他脱水、低血糖的症状发生，所以一定要多补水。我可以喝果汁吗？不能喝果汁和糖水等饮料。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单纯喝水也不行。那到底喝什么呢？喝口服补液盐，孩子比较容易接受的喝加盐的米汤。我这就给三毛煮米汤去。盐米汤的调制比例是750毫升米汤中加入1.75克的盐，它是非常好的针对腹泻的营养补充液，孩子愿意喝多少就喂多少，直到腹泻停止。哎，你看，现在三毛好了。谢谢张奶奶，走，我玩去。好，真希望您能给我们村开个儿童健康知识讲座。没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中华文明之美》。请问张奶奶，如今的爸妈有哪些育儿烦恼呢？比如说吧，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他可能要吐，不喂吧就会哭，抱起来就睡，可是放下去呢他就闹，一不小心一泡尿，高兴的时候就一泡屎了。小儿难养啊。师傅，三毛热线电话响啦。喂喂，你好。你们好，我是孩子他爸，总爱把孩子抛起来，可我好担心孩子会被抛傻，请问到底能不能抛孩子呢？可不能抛孩子呀，孩子的大脑血管非常丰富，婴幼儿脊柱呢支撑能力又很差，家长向高空抛孩子很容易发生大脑和颅骨冲撞，造成孩子脑震荡啊、脊柱损伤啊、视力损害。如果要是意外再失手的话，让孩子掉到地上，爸妈将悔恨一辈子。爸妈，你们又不是接盘侠。师傅，阿波罗姐也讲了。哦，喂喂，张奶奶，我家孩子特别挑食偏食，我怕他营养跟不上，个子也长不高，这可怎么办呢？多半都是受家庭不良的饮食习惯影响，家长要先纠正自己的饮食习惯，将饮食安排的全面合理。其次呢，孩子爱吃的食物呢，尽量少给他吃，把他不爱吃的东西呢换着花样做。最后用餐气氛要愉快，不要粗暴地强迫他吃不爱吃的东西，这样孩子呢很容易造成他反抗。美好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今晚的电台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张思来奶奶，希望每位家长都用心学习，用爱陪伴，为孩子打下一个健康的人生基础。医者父母心，让我们向所有的济世仁医致敬。下一集将由周猛医生为我们带来小儿夜寝不安怎么办，敬请收看。欢迎收看由轻松自在无处不在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我来分配一下角色吧。对对对，你来演哭的这个角色，你呢就演那个特别害怕的，就是啊，对，就是那种，好不好？我演那个帽子被击穿的那个吧。不不不不不不，啊，你演后面那个石佛，就头被轰掉那个，就是啪劈呀，这一半没了的那个，有特写，这好演，有特写，来，你这样。好可笑啊。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前面有，前面有，前面有，前面有个。这种事情早点说。
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现在我就来告诉你。没踩破是吧？围城这块瓷砖贴得太过于结实。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清楚吗？我们出去了，出去了，到门口，到门口。清楚吗？然后你要走，对，然后他们要东张西望，你不是从这边走，你是往我这边走，然后唰一甩，哎，不是倒着走，你要甩，你要甩，甩你要甩以后往前走。对。这袍子太长了。估计天天兄弟将来如果拍戏的话，只能拍喜剧了。没错，演戏演得好，唱歌也唱得好，然后呢，你看也在我们台当评委，对，妙语连珠。我每录一次那个开完生活节，都被我的同事批评，说你就不知道那个年轻小朋友，有时候你说话太重了。我说哇，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因为有些时候我就脑子是很笨的那种一根筋儿，直接来，对对对，冲成了哪种根子，有点哈嗦出来的都是根子。对那些小朋友说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像有一些真的不适合的那个，搞不好他现在很感谢他已经做生意做得很好。你看最近也是挺忙的，12月18号，大家都记住这一天了，12月18号即将上映的这个电影就是鬼吹灯的寻龙诀，你在里面演的是胡八一。哇，这个很帅啊，真的很中东，留着胡子。胡八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您跟他的性格差异大不大？对，其实沃尔善找我去演这个戏的时候，那个之前我休息了两天。Only you can take me 在世间。刚刚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来着？我是说我跟那个胡八一，哦，胡八一有一点我跟他很像，就是我很神神叨叨的，就是胡八一就有点神道。戏中的这个造型你喜欢吗？然后满意吗？我还觉得挺满意的，挺帅的。这胡子是你自己长出来的还是贴的？我长不出胡子来，我胡子特别少，所以呢每天要贴3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要把胡子贴的真特别不容易，就一根一根的贴，它不是那种一片的。我你不像我就容易，我就一片一片的贴，你看这边、对。这边一片，反正这都一片了，啪就我就三片就直接。你为这个戏为这个角色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因为我知道里面好像应该还是有打戏。演这个戏之前是刚好完成了钟馗，因为钟馗的话我做了一个2个半月的一个体能练习啊。之后拍完钟馗休息了一下，完了之后我去拍这个之前我有一个40多天的一个体能练习，之后呢我去跟的是韩国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武术老导演呢做了3个星期的近身搏击。哦，其实我还觉得时间不是很充足，如果再充裕一点的话，我可以把很多东西我觉得还可以做得再好一点。近身搏击，近身搏击就是都是走来走。哦，来来前锋，来前锋，来你要打我，哎呦中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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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不说一下？因为近身搏击就是晃点女上来，是吗？最后，对啊，我是这么认为。还好我太太先怀了。不是 ，sorry， 因为我不懂你们说什么，因为我演了胡八一之后脑子被打了。他其实什么都懂。我们被他晃掉了。在这个剧里面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陈坤的黄金搭档，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影帝，他在里面的一个角色是大金牙。我们掌声有请夏雨，有请。哇哦。从那个台上出来，我感觉要来唱歌了。你只要敢唱，坤儿就敢评。就是，各位，这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和陈坤。大金牙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一个
好人山茶，对，它翻译过来叫 Big Gold Teeth。他大概是在这个剧里面跟昆儿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我是摸金校尉的经纪人，经纪人，包括他们赚什么钱、干什么活儿，娶什么媳妇儿都是我来安排，娶媳妇儿也你来安排，这你都能帮。他去接什么活之前，首先人家先找到大金牙，是这意思，哦，带他揽储。Manager, yeah, that's right. Agent, agent. Yeah. Okay. Gotta get. 今天啊，夏雨要展现自己，要介绍本片，但是是用一个非常别致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这个片子。什么方式呢？是用你的长项。哎呦啊，打快板。前锋的板。你会打快板啊？会一点。来，拿板来。欢迎光临海底捞，请问虾滑要现在放下去吗？等一下，这是什么虾滑呀？我本来好紧张，我一看到他这个板儿，我立刻不紧张了。啊，这板儿，你稍微重新弄。是那个夜市上淘放的吧？夜市上都比这好。你看前锋就专业了。前锋以前在文工团啊，专门帮打快板的老师调板，所以他干这活儿呀，就特别利索啊。哎，你这块你也跟那个这个调夏老师调一下。范儿还挺足的，两个一起试一下。不要打得太好，就试一下，打到一半板掉在地上。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掉地下，差不多了。啊，对，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你怎么回事啊？夏老师要上场了，不是？这段剪掉，剪掉吧，剪掉吧。搞什么呀？夏老师来了。我能用我自己的板吗？用别人板不顺手啊。原来有自己的。有，我们快板界很讲究这个的。对，都要带自己的板。说真心话啊，真正的这个学曲艺的这打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一定是自己的板。对，而且是不同的钮代表不同的师门。没错，这是哎呀，还有一看就知道弹声一出来的。你凭什么损手就这么拿过来就给我了？我就应该接吗？没事，你拿给我就好。你拿给我吗？哎呦呵，好板儿，那个哎，你早说后头，我们弄个人给你接着。哎呦，还有名字呢。哎呦呵，09年入的行，09年收的。09年打过，我再也没用过。啊？当年演的有个电视剧叫《北风那个吹》，啊，就现学现卖当时。几把？山，关门如有八重险，不离不出阴阳八卦行，前坎震震巽离坤兑，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寅申巳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218鬼吹灯之寻龙诀，这才是真正的摸金范儿。哇，好啊，厉害，往上扔钱。你练了多长时间？当时拍戏差不多12天吧，练了，就练了12天。但是后来呢，就拍戏的过程，我觉得这不能白费了嘛，然后就一直在练。风哥得亏你刚才掉地下了，你要不然你怎么真是对不起这个老板给我们的。老板，你跟这个黄渤他们一起飙戏什么感觉？就飙啊。黄渤一直就背着我嘛，往前冲，所以我觉得他身上就彪啊。黄渤，这欧阳菲菲吧。一般演员为了演好戏都会体验生活，那您要去找一些什么样的生活要去体验一下？我就去潘家园啊，
然后呢，导演还给我找了一些鉴定古董的专家、鉴定玉的专家呀。因为大金牙他在里面，他是一个很懂行的这么一个。对，只要一上手，哎，一上手马上知道有没有。对对，就学了很多这个东西，结果到戏里边呢，一个哎完全没用。啊？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啊，夏雨呢是真的，很多东西他都特别厉害。接下来来一个滑板，欧弟。啊？滑板呢？欧弟会滑板啊？对，朕小时候略玩过。哎，怎么着？都带着家伙来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夏雨16岁的时候就获得了青岛市的滑板比赛冠军，冠军。现在是全国滑板比赛的裁判，您现在真的就是裁判。对，也想上去滑，但是现在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前浪要是不愿意，后浪也没办法。对，您小时候是怎么迷上这个滑板？就看了一个电影叫《危险之至》，黑帮。被玩滑板的给治了，哟！所以我就玩滑板，玩滑板啊！来，有请您上板儿。可以要活动一下，哎，他每一项都会给人带来惊喜，哎，没错。太坏了啊！小朋友，哇哇，这一招就赢了嘛！哇，臀跳，哎呦，练夹子啊！刚才他秀的那一招是这个，刚开始要学的都要学那个基本功。哇，这个是高难度。现在的评审给他的分数是10点1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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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高难度动作，哇，太厉害了，哇，好厉害啊，好得意啊，帅啊！好帅，帅呆了。就这样吧，因为这个地真的是不太，对，地真的很软。对，这个地真的是刚才踢半天都没踢到。那你觉得滑板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变？16岁拿那个冠军，就是一下觉得，哇，什么黑帮、古惑仔，什么不在影响。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后来不玩了吗？当评审了，也喘了。你看，哎，你会玩吗？如果电视机前现在看了您刚才这一段表演之后。有好多10几岁的小朋友对滑板感兴趣了，你会告诉他们一开始在家里自己练还是要找？其实应该找教练，因为万一摔了一跤，这个对对对，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一定不要在大马路上玩，对，一定要找到一个广场没有车的地方。但是广场没有车都有大妈，对呀，跳广场舞啊，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但是没关系，未来是他们。再一个就是一定要带好护具。我小时候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做那个动作，刚才那个把板子翘起来那个，翘起来之后，然后要踩下去嘛。对对，我右脚没踩到，就是往中间来，我就不玩了，然后腿又不够强，带护具，在广场，然后呢？然后呢就是没有然后了，没有然后了。我这样吧，我争取出一盘教学碟什么的，哇哦，就是你们就可以看着夏雨叔的教学示范碟，然后去练滑板。完全没有想到他这么厉害，对啊，才华哥哎，而且接下来，他还要再秀，还有才艺啊，真的，我都不想有接下来这个环节。而且你那么多才艺，你不是给坤哥难看吗？没有，你知道他那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接下来那一部分，我就一直非常期待。昨天那个节目主人说，哎，你这么了解老夏，对，你要不要去拆穿他？我花了7个月都没有把他拆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去黄渤、舒淇，我们4个人都在房间里面喝东西，他就盛装，永远是最晚一个到房间，他就永远等待我们请求他说：“哎，老夏，你搞一下吧。”没有准备，我是说随便拿一个东西，这个哎拿一个就开始变。接下来，这个时间一定要让大家震撼。前面如果让你们震撼了的话，那就是开胃小菜。对，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是2015年春晚的现场。哇，你说的好没有底气啊！作为一个魔术师，身边没有一个叫董卿的人，他也敢变。我其实之前是没有什么魔力的，但是自从拍完《鬼吹灯之寻龙诀》，我演了大金牙以后呢，我突然间就可以跟另外一个空间去产生一些联络。现在你身后就有一些能量，别害怕，别害怕。其实那个能量很可爱的，它的名字叫小花。你们
们这儿有水吗？有矿泉水吗？等一下，他是要我们拿水的时候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这是一瓶普通的矿泉水。没什么了，我只是渴了。大金牙，我帮你捧啊。好，那个现在我需要一些长条状的东西，笔啊、筷子啊、树枝啊，这个太大了。笔，啊，有笔，还是笔。动了。那现在我需要一个观众朋友，哪一位愿意上来？哎，你怎么跑这么快？你是谁派来的？他就是小花。才是小花。小花，你不要这么快现原形好不好？你认识我吗？啊，但是我不认识你。你可以发誓，跟大家发誓，你之前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我活的吗？没有见过活的你。所以你是第一次见到我，对不对？你发誓 ，OK， 我发誓。是啊，我发誓应该是四个手指啊。现在，我请问你一个问题：鬼吹灯之寻龙诀这七个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嘘，不要说。一直都要掌握好。你只要自己脑子里面产生这个印象就好了，好吗？看见刚才动过的那支笔吗？拿起它来。看见了。拿起它来，把你想到的那个字写到你的手上。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想写的那个字会写吗？哎，我也不要看。鬼吹灯之寻龙诀，给韩哥看一下，看。好，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看到。你写完就把它藏起来，放到嘴里面，或者啊，不是你放不进去，放到嘴里，把它插到任何一个别人看不到、拿不到的地方。来，好了吗？把它抓着。好 ，OK。我帮他抓着，这样就牵手了，确保别人看不到他。姜是老的辣吧，好厉害呀、啊！没有那个，我会给乐乐讲。哎，你来抓着。来，我来蒙住你的双眼，别害怕。我觉得你们太过分了。等一下，你我们都忘了他在做手脚了。不要搞得那么瘆得慌啊！告诉我，刚才那个女子，她手里写的是什么字？龙，龙！请你慢慢的把你的手跟我一起打开。哎呦，起鸡皮疙瘩！龙！哇！哎呦，好可怕哦！好，谢谢小花，谢谢。他要抱一下，像拥抱一下。哎，为什么你要抱他呀？他现在神经已经完全白变了，白变了。你上来跟人变了半天，我可以抱抱你啊！我知道，他被我吓到了，他不敢抱，对，不敢抱我。我这姑娘抱的他好勉强哦。刚刚抱那个坤哥的时候是，刚刚抱少宇哥。小五，两手在人肩膀上搭了一下，抱一个。你为什么会对魔术这么感兴趣啊？是我认识了小花以后，她带我走进了这个魔幻的世界。确实挺神奇的，太神了。哎，这个你还没有用啊，你这个还没。对啊，这是啊，这个没事，这个只是上来装饰用的。啊？一般的来说，如果有这个桌子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另外一样东西，叫做。扑克牌，来，上扑克。这是一个，刚刚你看还有这个拆封的，对，你看，对，牌都是按照顺序排列的。哦，哎，所以韩哥、汪哥，你要发誓这副牌不是我带来的。我发誓，我也发誓，发誓，我发五，你发五吗？我十啊，我十五啊，我发昏，我发昏，我发昏，好，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变了。嗯，你变，不是你变，你不要变啊。既然他都这么说了，对呀，牌呀是这样的，嗯，你洗着洗着，你就会跟他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怎么了？我今天其实本来特别想变魔术的，但是因为呢中午吃东西吃的不是特别舒服。好，那我就再变一次，再变一次，吐出来了。哇塞，在这个地方变魔术的之前一个是刘谦，啊，接下来就是夏雨，是，嗯，来，好，放在这儿就可以了。放在，哇，棒。
这样往下落牌，你听听，好吧？好好好，你来啊！停！好 ，OK， 这张牌对不对？对，拿走。好，小花的笔给你，在上面签上你的大名，或者你要愿意签《寻龙诀》也可以，或者你想签什么？签你的，反正只是证明那副牌，你就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对，小花就会去找你。对。这样算冥婚，你就划一下什么的，随便签了，随便签了，可以的，可以，你就知道自己好，行了，啊，来了，小花，又到了你再次证明你的存在的时间了，有一张牌。麻烦你帮我把它找出来好吗 ？OK， 准备好了。牌自己在动。有一张牌。算了啦，啊，我自己翻了。对。上面有他的签名，虽然我看不清楚我签的是什么，但是他的的确在上面，确实是这一张，确实是这一张。哇！你们拍戏的时候，你看业余文化生活真的特别丰富啊。对。哎，你怎么就上炕了呢？我要沾一点魔力啊！对，你看业余文化生活特别的丰富。拍完戏之后有这个特别好看的这个魔术表演，魔术表演啊，对，这特别的漂亮。哎呦！哎呦，哇，哎呦，大花，哎呦，手上功夫，不错，我把手指头弄断。等一下，你那个比较屌。哎，我们说一下，业余化生活特别丰富，对，丰富了。这个平常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好的魔术看，娱乐活动。哎，你们。他也吐了，今天也吃吐了，吃的有点多，吃的有点多，太吐了啊！对，哎。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三位主创，有请。有请。寻龙导演乌尔善，看我演戏不流汗，看原著天下八唱，真有才是又火又胖，最帅编剧张家鲁，时尚弄潮是真不土。欢迎来到天天向上，五兄弟让你心花怒放。中间的是导演，这次呢，导演是。做寻龙诀做了2年多，到现在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电影。我觉得他是中国现在当代电影里面最让人尊重的年轻导演之一。哇，这位呢，原著《鬼吹灯》就是他写的。哇，我这个天下霸唱为什么叫天下霸唱啊？再澄清一下，真不是麦霸，因为我五音不全，所以叫天下霸唱。我一拿麦，别人都别唱了。方便透露一下您的真实姓名吗？我的学名啊，叫学名啊，叫张牧野。牧野兄，现在被称为中国极具想象力的作家啊。这《鬼吹灯》当时一出来的时候，火得一塌糊涂。当时想到过会火成那样吗？咱们中国的这个小说啊，就五花八门，什么题材都有，唯独缺少一些探险的这个类型的作品，所以我写了这个。我因为第一个这种作品别人没写过，所以大伙儿可能就，错爱。编剧张家鲁，天下无贼，风声，对，梅兰芳，狄仁杰，哇，编剧，哦，怎么会想到要接这个戏来做？因为给的钱真的比较多一些。我原来以为那个编剧费签的很高。就后来整整写了2年半吧，平均下来月薪真的也没多少。我觉得最好的尊重，最好的褒奖，其实就是真真正正的去买电影票，像听一首歌，像看一幅画，像
这个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的去看他们用很长很长时间把它酝酿出来的这件他们自己最钟爱的作品。我们都知道这个坤是重庆重庆人重庆人都喜欢吃川菜，食在中国，味在四川。川菜现在是八大菜系当中排名第一，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四川的味道。川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一菜一格，百菜百味，麻辣鲜香，油大味厚。川菜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栏目组借助自己与各大使馆良好的冒泡的关系，辗转北京、上海两地，采访到了这群最有话语权的外国人。大家好，我是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吴嘉文。I am the Israeli Consul General, Consul General of the Czech Republic in Shanghai. Bienvenidos al Consulado de México en Shanghai. 澳大利亚的驻上海总领事，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总领事。Swiss Ambassado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新西兰驻华大使。三郎大使马焕牙。在我的心中，川菜是全球最辣的、最麻的菜。Bueno, la cocina de Sichuan obviamente forma parte de la cultura de China. It means something wonderful. It's one of the great cuisines of a world. Very numbing and tingling feeling on your tongue. It's extremely addictive. 我最喜欢的跟很多的外国人一样是宫保鸡丁。空爆起丁。My favorite Sichuan food is Sichuan 火锅。Sichuan 火锅。水煮肉片非常好。回锅肉。Chicken with some hot chili peppers。麻婆豆腐、鱼香肉丝、辣子鸡丁，还有鱼香肉丝。不不，鸡丁什么鸡？我特别喜欢吃川菜辣子鸡，可是绝配。还是英国啤酒。Medium spicy is the maximum for me. I can eat very spicy. I love very spicy. Must be done. Very high level. 我可以说清楚，还是我可以表明？其实我都有点糊里糊涂，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但是是这个味道是一种味道，但是肉基本上是肉。没有，有没有？应该说没有鱼，是猪肉。If you come to China to taste Sichuan food, suda, se duerme la lengua, have tears in your eyes. Here, everything is water.But they are going to learn to love it. Sichuan cuisine brings happiness, spice, and flavor to life. 你一定要试试。不吃川菜，最好汉。夏雨，您喜欢吃川菜吗？就是平常如果要我别的菜，别的川菜我都不喜欢吃，我就喜欢吃他做的川菜。哟，您俩这叫配合的啊！你最拿手的菜是创意菜。愿意做一次给你们吃。哟。哇、wow ！大家要不要看看尝一尝他做的菜？拍照。接下来，我们有请川派创意菜大厨陈坤先生给大家做一道菜。Yeah！ 来，坤哥，今天要给我们做的事儿。先把火打开，打开。别小事儿您就交给我吧。等一下啊，因为我有点紧张，先让大家让我这个先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哎呦，拍蒜，你不要紧张，大蒜比你还紧张。有点紧张。你要把它做成蒜泥吗？对 ，OK， 可以了啊。好，准备好了，开始了。创意菜，寻龙不是给我，寻龙绝枝。哦，
翡翠灯之寻龙诀，寻龙诀之翡翠灯，翡翠灯之寻龙诀创意菜，现在开播。好，首先搁什么？猪油。这搁油有点走音啊。你知道我们四川人为什么吃辣还要加花椒吗？你在做四川菜，你还说普通话？哦，你们晓得为啥子我们做四川菜要放花椒吗？为啥子？为啥子？不晓得。不晓得你问我，你还是厨师。啊，算你狠。他是巧一步看一步。现在看起来有点像火锅儿，有点像火锅底料。你想这个火，它能够控制的如我所想象吗？你找小花啊。这个是什么？你是厨师。啊，就放进去了啊。为什么给我是油腻腻的？为什么不是一坨一坨的？一坨坨在那儿。哦，对不起，我放的那个。再来那点儿，我感觉。把咱们多放一点，万一好吃。万一不好吃，兄弟伙。哎，你们是我哥们，是托吗？啊，托托，对，花椒。哦，花椒。哎，花椒多放点，多放点。等一下，等一下，我最后再放啊。对，小心，当心。好，差不多。等会儿啊。哎，知道。就下了。啊，就这样就上了。都是恁个。你翻要翻啊！你要翻啊！这不能翻啊，大哥。我们四川菜呢，嗯，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鲜香作为所有中国菜系里面的第一位。你知道什么叫人杰地灵吗？就是你吃什么样的菜就会长得好看，所以如果排名越前，吃这个菜的人就会长得越好看。我同意。怪不得你媳妇儿那么漂亮，是不是？那我只能同意呀、啊。我上点颜色。哦，这这，好，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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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乱抽了。哎呦，我的肾呢？不用，不用，不用担心啊。这待会儿是要玩一游戏，然后谁输了谁输。哇！水果和汤。萝卜。淮山还是萝卜？萝卜。萝卜吗？萝卜鸡翅。你知道所有星座里面最合适做厨师的是哪个星座吗？水瓶座。我知道你是水瓶座。对对，因为是这样的。艺术家。萝卜呢是通气的。完了之后吃点辣的之后，你再吃点萝卜呢，就通气了。啊？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咸？对，所以我放点酒。啊，料酒。要多少？你说我来，快一勺吗？一勺够吗？要呛锅？不是，你是厨子。哦。你问我一勺够吗？我才不参与你这个杰作呢。要醉了，要醉了。有糖吗？有糖。对，糖这个。糖。放点它吧。这什么？土豆，你是走过路过不错过啊，反正上面有的料它都放一点。你放到上面了，我就帮你弄一下嘛，因为放了其他菜它就不咸了嘛。哎，放点筷子吧。放几根筷子。我先盖着啊，如果糊了不怪我。我也四川有个非常有名叫火锅，哎，这个叫坤锅。你就那个江河算是砸出来就不用了。哦，对对对，还忘了放了这下。我怀疑他真的是个高手。为什么呢？总觉得他这都是装安排好的啊！你看，该咋地他都有咋地。你看，哎呀，放葱段了。你看，放葱段的时间刚刚好。你看，你还缺什么？还缺什么？而且你看他这个手这个哆嗦，啊，多有范儿啊！其实是被水蒸气熏的。老厨师他把葱段放上去后，他不乱动，哎，又好看，对，让这个香气把这个葱的味道给冲出来。没错，记住盐碎进放几勺。哎，等会儿，不糖不能放多了。你看他对量的控制，对，十分精准。哎哎，先看准了，那是糖还是味精啊？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糖。糖糖糖糖糖啊。你看偷偷的加入了一点奇妙的调味剂，对，唾液。哎呦，醋一放我就知道肯定要快起锅了。对，依我的经验。那我们就要准备好盘子吗？其实坤哥量都在心中，你看你看。哎呦，多一滴不多，不好吃不怪我，反正我觉得差不多的吧。我们给你上一个大盘盘子。好呀 ，OK， 来，等一下，我不太确定。我小五调皮回来，先尝一尝吧。哦，自己大厨都是这样的，自己先试味。尝味。难怪大厨出来都不吃，我们聊着聊着好像吃。先试味，哎，我也好想吃哦。可以吃，成功了。下筷子，尝一下，尝一下。我也。但是你们能演出觉得也好吃的样子吗？我们当然。
们演员，没事没事，我们吃东西专业户，看你们吃就好了，倒进去刚刚好。哇！真的吗？真的刚刚好哦，还要把旁边，哇，还要放一颗葱。作为搭档，我可以把这盘菜替他端给你们吃。完成了，来来来，各位啊，你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你别动，叫我们大叔，叫我们最有名的大叔坐，别客气，别客气，你搁着，你搁着，不是，我这作为他的好朋友，放不下了，放不下了，真的，别客气，别客气，我们可以端，别吃吃吃，没事没事，你作为他的好朋友，喂他，喂他，夸了半天了，你端自己吃，我自己吃，我不要你们怜悯，哥们儿，我拼了，我吃了，什么叫你拼了？你够不够，哥们儿？熟的。真的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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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段，哎，这段，哎，这段重新录吧。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老夏，你觉得可以端下去给你们？来来来来来来。这个问题。别想别想别想，人人有份，人人有份，人人有份，交钱就有份啊，买票就有份。这个稍微多一点，不好吃。哇塞，瞬间就被瓜分干干净净啊，一万多张票出去了。我代表鬼吹灯之寻龙诀邀请100位天天向上的粉丝朋友们，你们有机会去四川最好的馆子吃一顿。哇，谁请客？坤哥来买单，我们剧组买单。真的假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个环节叫天天请客，天天请客，由上我们节目的这些大咖来请客。哎呦，坤儿代表《鬼吹灯之寻龙诀》剧组，请我们天天向上的电视机前，当然也有可能是现场的，加起来100位观众朋友，到四川，去四川吃最好的四川菜。对。你是谁？哎，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又是谁？这里是天天向上。哎呀妈！跑太快，进早了，跑前面天天向上来了。那这么说来，今天晚上岂不是被我霸屏了？哇哈哈！我，哎呀，我脸。什么？任务卡。梦辰，你和两名恋人走失在天天向上，需要你们为天天向上召集100名川菜品鉴团，完成100人宴，并选出哪道菜是川菜之王。任务完成，方可回到全员加速中。哎，跟你们说了，天天向上请客啦，请客。川菜免费的，一边吃川菜一边看梦辰，看川菜吃梦辰啊！哎哎，客官里面请。哎，来来来来来，哎，小朋友，快快快快快快！哎，你们俩热情一点嘛！欢迎光临，请进。再热情一点！来呀！上菜了。
参加我的婚礼。来来来来，不为我庆祝一下吗？今天天天向上，请大家吃川菜，大家吃好喝好，好不好？好。干杯干杯。大表哥，来来来来来，这是女朋友吗？这是表姐。未来的女朋友。真的？还吃得惯吗？她带点麻的味道，非常的非常好。那你觉得她呢？又麻又辣，是你比较喜欢的味道是吧？是。好，来来来啊，我们两个人喝一杯交杯，好不好？来，请请情侣装，有没有发现？哇！你是哪里人？我是大连的。你能不能用你们家乡话说好吃？好吃，显瘦。显瘦。就是吃多了就显瘦是吗？啊，吃好喝好啊！啊，开普勒星球的人，你们怎么也在天天向上，还在吃川菜？你以为这里是开普勒星球吗？这里是开不了星球。你以为我是白泽博士啊？我是黑泽硕士。你以为我是精卫吗？不，我是卫精。那你是？等一下。No， 我是。嗯，那个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种川菜各有不同。在尝遍了各色川菜之后，到底哪道菜才是最受欢迎的川菜呢？在这之前，我想问一下我身后的100位大众评审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东坡肘子，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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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肘子是经典川菜之一，因其来自于苏东坡的故乡，由此得名。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然美。常常吃，喝喝汁，女性常吃便稀湿。耶！好嘞，恭喜你，恭喜你！哎呀哎呀，我这时间快到了，而且天天向上都快管尾字幕了，我必须要回全员加速了。哎，我有一股杀气。你们也会摩擦？哼，偷学我的，我也会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摩擦。我觉得川这个字呢就是川流不息，哎，川流不息的是中国的文化，嗯，川流不息是中国的味道，是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走到哪里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中国的味道。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四川的味道，我们再次用掌声祝愿鬼吹灯之寻